不好意思，刚刚有一点堵车迟到，跟大家致歉一下。包容会本周一、三、四一次会，现在继续开会。今天上午议程是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行政院原能会及所属单位预算案。我们今天只进行询答，那有关停案起在11月18日下午5点以前提出。我们首先介绍在场委员，有我们苏巧慧委员、柯志恩委员，还有吴志扬委员。那也谢谢谢主委，还有原能会所有的伙伴哦。那我们现在先请谢主委进行预算报告，报告时间10分钟，好不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大家好。今天很荣幸就本会106年主管预算案列席报告。首先，对于大院委员对本会的支持及指教，致上敬意及谢忱。对于大院上年度审查本会主管今年度预算案做成的各项决议，本会已遵照大院要求完成各项说明及资料提供，各项办理情形请参阅报告附件二。本会依据行政院106年度施政方针，配合中程施政计划及核定预算额度，一、确保核能电厂及废料安全，保障环境及民生辐射安全，原子能科技应用研究发展，永续能源技术及策略研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等5项施政重点编定106年度主管预算，其中税入部分3亿582万4千元，税出部分27亿6312万8千元。各机关工作重点及预算编列情形，报告如下：一、原子能委员会会本部，原子能科学发展业务编列7900万元。重点工作为施政规划与绩效管理、国际合作与核子保防、公众参与与民众沟通、原子能科技学术合作研究、核能技术及核电厂厨余之安全强化研究等。游离辐射安全防护业务编列4654万1千元，重点工作为执行核电厂辐射安全管制、辐射污善后处理、民生辐射应用稽查与管制、强化辐射安全与辐射医疗品质技术研究、核设施厨余与辐射防护剂量评估验证技术研究等。核设施安全管制业务编列7880万4千元，重点工作为执行核电厂安全与维护管制、材料老化管理评估、耐震及土木结构安全分析、管制法规研究等。核子保安与应变业务编列1348万7千元，重点工作为执行核电厂保安与紧急应变准备稽查、建立辐射灾害鉴识分析能力、整理办理防灾准备与训练、民众防护行动沟通等。二、辐射侦测中心，辐射侦测中心编列7999万3千元，重点工作为核设施周围环境辐射侦测作业、加强食物、饮用水及落尘之放射性含量检测、提升辐射预警监测系统功能、建立辐射灾害之侦测作业程序与快速分析机制等。三、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放射性物料管理局编列8646万1千元，重点工作为用过核子燃料、干式储存设施之安全品质、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厂址选址、核一厂厨余计划审查、推动放射性废弃物之减量、精进放射物物料管理法规、结合技术研发与实务需求等。四、核能研究所，核能研究所编列20亿4255万3千元，重点工作为研发核设施厨余与放射性废弃物处理技术、核一药物与医材产品开发及产业应用，并且配合政府政策推动绿能科技，发展绿色能源产业技术，推广能源技术与节能应用等。五、结语，自520政府改组以来，
政府积极的与各界沟通，以谦卑的态度及有效的方式面对问题，并求取各方平衡以解决问题。本会为加强与民众政策沟通及参与，已成立公众参与平台，并于10月21日就核一厂厨余审查议题召开平台会议，透过双向意见交流，征求公众意见和建议，借由民众参与决策过程，使政策推动更为顺利。2025非核家园是政府既定的政策，本会除依既定时程要求台电公司妥为规划厨役作业，目前正组成专案小组就核一厂厨役计划进行审查，预计明年106年7月完成审查作业，相关审查资讯除上网公开外，并于10月4日在新北市石门区公所举办地方说明会，请听在地乡亲及环团的意见，作为本会后续审查作业的参考。本年度迄今，本会及所属机关全体同仁均本着尊节的原则，有效运用政府有限的资源，全力以赴。无论在核安、福安管制及科技研发方面，都有许多显著及具体的成果。本会持续秉持零基预算的精神，核实筹编106年度预算，并配合国家发展政策检视，调整施政计划，务期将有限的资源做最妥适的分配，以提升行政效能，不负全民所托。未来原能会将以更专业的团队、更务实的步伐进行核安、福安管制。此外，如期废核及核废处理的安全监督也是未来重点业务，同时在相关管制及监督的工作上也更加落实公众参与及资讯透明，争取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并持续推动科技研发与创新。敬请各位委员对原能会的预算会予大力支持与协助，谢谢。我先请回，好吧？跟委员会报告啊，这个昨天因为有几位委员都已经先离开了，那昨天在要散会之前哦，发生一件我们教育文化委员会比较不愉快的事情。那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昨天在会议要结束的时候要处理临时提案，那么民进党党团恶意的让会议流会，那么委员只有4个提案，都是很中性的。那我认为比较有争议的是公有建筑物超过50年以上的，那么希望在文化资产价值评估这一个办法还没出来之前，希望暂缓拆除。这只是一个善意的，而且文化部也决定要做一些文字修正，但是我昨天认为是文化部刻意要让民进党委员人数不足退席，然后让会议开不下去。那昨天最明显的事情是，当本席要质询的时候，民党本来现场有2位委员，结果被民进党的党团的干部劝离开，但因为本席需要有人来代理主席，所以只好1位委员回来。那回来以后代理主席，我质询完以后，那么现场就剩下我跟民进党1位委员。那照理这时候人数是不足，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柯志恩委员，说请柯委员来支援。柯委员马上放下所有的事情，赶过来要来开会，已经说在路上了。结果民进党有位委员在现场讲说，如果柯委员来，他只好离开，因为要让他没办法成会。后来我就把这个罪就怪到文化部上面，他文化部来跟我解释说，他们有做过文字修正，我们的提案没有什么争议。那后来他们就说，这可能是民进党党团所做的事情，我不知道谁是谁非了，但我必须要坦白讲，教育文化委员会向来是最和谐，一切都是大是大非，为国家在做努力。但如果民进党这样恶搞，你不要忘记，现在你们是执政党，应该要去制衡的是在野党，可是你们竟然是这样的，让我觉得非常痛心。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原本排的是教育部1点半要审这个解冻案。你看我们用心良苦，但是如果民进党你们要这样做，对不起哦，那本席只好依法来执事。那我在这边做一个宣布哦，我们今天中午质询到12点结束，每一个委员的质询时间20+2。如果到12点这个原能会质询没有结束，我们下午继续延会，教育部的解冻案再另择期。好，我就请民进党党团你们好好思索，如果你们要这样玩的话，对不起哦，吃亏的会是你们自己。我希望你们好好检讨一下，为什么要做这种恶意的杯葛、恶意的流会，为了什么事情？我真的是不太了解。所以本席在这边宣布哦，
大家都嫌我昨天给大家发言时间太少，所以今天请大家畅所意愿。那我们今天执行时间到12点，登记结发言截止时间到10点半，每位出席委员执行时间20，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列席委员执行时间每人15分钟，然后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中午12点准时结束。如果原能会中午12点答询还没有结束，我们下午继续开会。那教育部的预算我们就延后再审。好，以上跟大家宣布一下。那委员如果有临时提案，请于质询结束前提出。处理提案时，若提案委员及联署委员均不在场，原例不予处理哦。如果民党委员、后民党党团，你们有诚意来道歉，你们还有时间；如果不来道歉，后面你们后果自负。我想昨天那位操作者也在现场，我就不多说了啊。首先，请发言登记第二委员，委员志扬，请畅所欲言发言，好不好？必要时可以继续延长，好，谢谢。谢谢赵伟，一向都嫌太短，今天有点，对对对，今天让你好像没准备那么长。继续讲，继续讲，好。好，那有请主委。好，请主委。好。主委好。好，主委好哈。我想今天第一件事情向您就教，就是说啊，最近非常夯的议题，就是日本的核灾的食品好像要进入台湾了啊。原能会的看法是什么？首先，针对这件事情，我所了解的哈，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媒体上的报道的。你们没有参与吗？我们有参与，但是您所说的参与是指什么东西的参与？你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不是有跟着一起去日本去实际观察吗？我就准备要回答了。哎，我们的角色，我先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啊，有关石安的这一部分，日本核实这一部分，基本上呢是属于卫福部食药署及我们农委会。啊，我们确定它的这个基本上看它食品是什么啊？如果是鱼产品的话，那当然就是农委会。那其他的大部分都是所谓，那这个是他们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对。而我们这个机关主要目的做什么？我们做提供相关的协助，协助什么东西呢？协助帮他们检测。你有协助检测吗？你说这一次吗？这一次，这一次基本上，我基本上到目前为止，因为它还没有开放嘛，当然我们就没有做检测。礼拜一的时候，啊，卫福部跟农委会，你刚刚讲的两个主管机关，啊，他们的官员是讲，为什么他们这次建议要开放其中4个县的进来，啊，除了福岛以外，其他4个县进来，是他们是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在2015，就是去年做的检测数量，啊，根据这个他们日本自己的报告。证明日本产品辐射超标的只有不到0.1%，啊，所以他们建议除了福岛以外的4个县可以开放。我的质疑是，为什么他要进口到出口到我们台湾的人，我们要接受他自己提供的报告，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做检测吗？他的这个有核这个污染的这个疑虑的。蔬菜、农产品要进到台湾，难道台湾自己不需要检测吗？就看他们的报告。那我们每次台湾的食安，不是业者都说自己的食安都没问题吗？后来我们公正的第三人去检查，就有问题啊。我你知道我的意思，说我是原人会怎么会没有角色呢？我没说没有角色，我们有角色。我角色我特别强调一下，我们的角色是，如果开放了，那么开放的时候，基本上需要检测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相关检测的服务。需要你等于开放前、开放以后才来检测。我还是强调哈，因为我们不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开不开放？那我请问一下，好，我不是在骂你，我是觉得这整个政府失灵。要决定这个政策。我问你哈，我想你们当然是有，你们有一个检测辐射侦测中心嘛？是，这个应该是这一方面的专家。是，我们还有。那台湾除了你们以外，好，这两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农委会，他有没有自己检测的能力？
或者是卫福部的食药署有没有自己检测的能力？报告立委，基本上是没有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所以你们他们为什么不会找你们做技术资源？难道他们的政策就是说，只要你日本自己检测的报告说我没有问题，我就开放了，以后进来再有问题？我相信不是的，我相信不是的，啊，基本上如果开放，那么他们包含这个卫福部的食药署，他们基本上他们会根据的开放里面，他们会取样来。要求我们帮忙检测，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检测，就提供我们相关的一些。对，我知道你这个东西，我讲的是，你讲的是如果开放以后怎么样？我讲的是你要怎么决策要不要开放？你懂我意思？我的东西在前面。我了解，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这个，我特别强调，目的是管教，包含监督、管制。都不是我们，我们只是提供相关的技术上面的检测的服务协助。对啊，你们有这个技术吗？我们都有核安，我们相信你的技术。那全台湾的，我非常谢谢。全台湾的机构也，我们不是目的是职业主管机关，我们也不是相关管制机构。我这一点针对的是你们也有点太被动了。然后这个政府很奇怪，居然没有想到要请你们。在决定开放以前，自己来做一些检测，你不觉得我讲的有道理吗？我想站在全民的立场，是的。所以我这张图就讲，根本这一次讲到日本这个核污染的农产品要进来，完全是看在贸易，完全是看在台日的关系，民众的安全健康。没以后有没有事再说，有事就是什么消费诉讼什么，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个叫做先画，哎，不是先射箭再画靶，这就要仰赖这个大院立法委员你们监督嘛。好，我今天因为是，因为我还强调我们的工作，如果说今天我们提供检测这一部分，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那我相信吴委员刚才所讲的，我都接受。所以我总结以上的这个东西，这个政府没有考虑到我们人民的食品健康的安全，只依照日本自己提出的检测的报告就决定了开放，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恶的一件事情。你们只能针对以后进口，以后真正输来的以后，目前是的啊，我觉得这个都已经是后面，前面的决策严重的倾斜啊。再来，昨天还有一个大事，就是川普当选啊。川普当选，他当然很多政策啊，很多政策，但是我想问你的就是，川普好像在变脸了，什么呢？我们关心是能源政策，他的态度很奇怪。哦、他好像故意跟奥巴马唱反调啊，奥、哦、巴马在意绿能，他好像不太在乎，他也好像蛮支持核能的啊、哦。然后他对那些比较高耗能的这些油啊、天然气，他还鼓励他们尽量去开采啊、哦。你会觉得这很奇怪，他是觉得他不会当选，还是怎么样？还是你觉得他现在当选以后就真的会照这个做？报告、欸。他还说，他还扬言要退出11月4号才生效的巴黎协定。是是是。他也不想减碳了。第一个，这奇怪了。第一个，本会基本上是针对的核安跟福安的相关的监督跟管制工作了啊。那刚才您提到这一块，我坦白讲，我不晓得我该怎么样作答。不过呢，如果您是一定要我回答的话，那当然我就非得要作答不可嘛。否则的话，好像跟我的业务跟相关的也无关。不过我特别强调一下，你刚上任的时候，你已经把自己的格局已经放超过核能而已哦。你记不记得？是，你觉得你要推动绿能哦，你要对台湾的这个整个能源政策要有很好的贡献哦，在你这一任期内。但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来嘛，我的问题是川普变脸了，你觉得他是变真的变假的？我个人认为我不晓得啊，那听其言观其行。我只是这样讲，
在他的 campaign 当中的时候，在他竞选当中的时候，他说的言语，跟他昨天他的当选的感言里面，我相信各位都看得到他的这个改变，他的改变嘛，哈。对，所以他突然也变成谦卑、谦卑再谦卑了，你不觉得变得很快吗？那我现在也是很谦卑的，所以我在这边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我个人所了解的一个哈，我只能这么说了。整体的一个大环境啊，那他要回到这个 petroleum 的这一块，就石油经济这一部分。那我个人，我坦白讲，我不知道他将来会不会再变回来，又变回到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呢，我想现在整个一个大环境，一个大啊，特别你刚才提到巴黎协定这一块，那 CO2 的排放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嘛。那我想未来的一个发展是，那我们不要管川普的，是我们的政策会不会受影响？刚刚的那一页。我不太懂，靠天气，我让你填空啊，靠天气，填空题不变，更支持绿能还是哦？不，当然是不用，随美国改变，我们不会改变，不会改变。好，是的，那我们看你具体的做法，我们怎么发展台湾绿能啊？我一直觉得我们都停留在目标。2025飞回家园，这目标非常好，但是我们一直担心你具体。不，这点我能不能让具体的到底能做？我上次问过你嘛，能不能让我讲？因为你刚才提到说我们都是在。我先把这一页讲完，你给你，因为今天时间很多啊。对，20分钟嘛，对，我们在消耗这20分钟。好，这个是媒体讲的，我们的发展绿能啊，根本没有具体作为，靠三气，一个叫天气，第二个叫运气。第三个叫义气。所谓天气啊，本来我们今年秋天的那个快要撑不下去了，对不对？要跳电了，结果就在运气这么好，天气改变了，天气突然变凉了，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这是天气啊，其实天气跟运气其实是很像。第二个运气是什么运气呢？看起来是备载容量不行了，还在试运转的发电机组就拿来正式运转了，结果出事了，看运气啊。第三个叫用义气，义气是什么呢？义气就是说一直喊口号，我要怎样，我要怎样怎样，具体的作为看不到。还有什么呢？地方跟中央是不协调。我们看到彰化的台化现在7电公升，你的核能选址，我跟你讲。你要走向绿能这一块啊，我觉得还有漫漫长路，啊，大家都在意气之争，啊，没有具体作为，然后地方也不同调，对不对？好，所有的这些7电公升的燃煤厂的时候，以后都被迫关掉，大家为了空气品质关掉，那你的能源马上失衡，你的核能的废料厂选址出现问题，卡住了。倒过来影响你的核能继续运作，对不对？没有错吧？我没有那么专业啊，但是我问你啊，这些东西你大家都还在意气用事啊的时候，你整体的发展绿能到底能不能达成？你的看法？好，谢谢。我想刚才吴委员所指教的，我坦白讲呢，我只能讲说指教的事了哈。那但是呢，新政府既然他揭示的就是飞鹤家园，那这个是他的施政主轴。那作为一个行政院下面所属的原子能委员会呢，坦白讲，我们当然就是遂行到底嘛。啊，那您刚才所讲的没有错，但是呢，你不做不知道，你非做不可嘛。过去这么多年，我相信委员比我更清楚啊。你在立法院有施政主轴哈，这个我跟你讲，施政主轴哈，我做过县长啊，10次的施政报告。施政主轴，你可以，你就2025飞鹤家园，就几个字而已啊，这个是印刷字而已啊，没有 action plan， 没有 action plan 的那个永远就是施政主轴跟施政口号。你看我哪里没有呢？我们要如期除役不是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相信各位也知道吗？上个礼拜，对，你的绿能怎么办？在沙仑，现在是核能在减少。对啊，那个在。我想各位都知道嘛，上个礼拜天这个，沙仑的那个绿能科技城，已经开始起始，就是开始发动启动了。那我一直要强调就是说，
整个目前的一些行一些的相关的规划呢，都按照预定的这个时程在走嘛。那您刚才所提到这些东西，当然这个是绝对会遇到的啊。当然，可是呢，我相信，新政府在包含我自己，我们在相关努力之下呢，我们希望这些东西，刚才您所说的，看一下都能够除了克服。除了你核能这个部分以外，其实我们整个绿能，下一页哈。要达到非核家园，你核能现在占16%，再生能源只有4.2%。好，换句话说，你10年后核能零，这个16%的空档要用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把它补上，对不对？我的 action plan 不是只有除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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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除掉以后这边没有起来，大家就限电了嘛。不是吗？这个就是你原来不是你的核研所要做的事情吗？基本上我印象中核研所我在现场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好像已经要改成能源研究所，因为你不是只以核能为主。可是它是要基本上它要到经济部去，所以但是它是在你的辖下。这个我就不是那么的清楚，因为当时如果要用从谣传听说，我当时我还想他本来还想到科技部去了，科技部，那感觉上他就是整个未来台湾的能源的发展的一个重心嘛，对不对？所以我请问你，10年后你有把握把这个核能的16%全部移到再生能源吗？我你能多产生16%的再生能源吗？我还是在这边讲，就是说我今天假使你不考虑我讲，我目前的工作呢，基本上就是针对的核安跟福安的监督跟管制。那你就职的时候就不要说那么大的大话了，好不好？我就职的时候没有说过那个大话，你要不要我就职前的时候说过，抱歉。抱歉啊，怪不得说你说就职后你也变得很谦卑了，对不对？不是，我想这个地方您给我一点时间澄清一下好吗？不用了，因为你有机会在好，我今天先咨询你哈，因为你下面有核能研究所，核能研究所是能源研究院，能源研究所。你在我记得那时候要变院级的，因为我看你的大小也不会输中科院嘛，啊，他做的事情比面积甚，倒是他做的事情比中科院还多，我知道啊，那都在我们桃园选区啊，是啊，就在隔壁啊。啊，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要去关啊，说里面有什么报啊，是不是？我们还去实际考察，对不对？是这样。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又已经超出你原能会的原本的全能的话，那你要在你的内阁的会议里面，你要跟总统讲，你要跟院长讲，这个事情我要 action plan。10年，你说按部就班做得到？我不是叫你厨艺做得到，你是这个补要补上去。10年还做不完，要25年以上。你要补上去嘛？是。要补上去的这个 action plan 是什么？现在你要说按，你要让我们知道按部就班就做得到，对不对？那这个 plan 在哪里？没有看到，好，也超出你的能力了。我知道，我可不可以讲话？虽然很久，我发现时间过得真快啊。好，不行啊，我没关系，我们那无言畅所欲言。好了，下一页好不好？好，这个绝对在你的全能里面吧？是，但是我发现这整个过程里面有一个问题。你们在选址，对不对？选址，其实你们以前已经选了，也公告了。101年，经济部就已经公告了，是金门的乌丘跟台东的达仁乡，对不对？然后依据相关这个选址的条例，公告以后30天内要办理地方性的公投。好，那。后来我知道你们也蛮为难的，因为结论是地方政府不愿意办，所以你们又督促经济部，你再跟地方政府沟通嘛，对不对？是，然后地方政府始终不愿意办，好，你们就叫经济部自己评估，那你经济部自己办办看嘛，
是不是？有没有？然后经济部评估的结果是，哎，第一个，本部并非办理选举公投的专业机关啊，并不晓得怎么办公投。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哎，我们本身就是因为台电的关系啊，本身就是利害关系人，我们办的公投可能大家会质疑啊，所以结论就是地方政府不愿意办，他可能因为选票的关系，他怕变成我去办的话会认人家会认为说你是比较偏向同意，所以你要想地方政府的首长的话，他的一定会这样做决定。然后呢，经济部现在又不愿意办，又不会办，又不想办，又不方便办，那你怎么样？怎么办？你就继续去一直喊去催他，催他，催他，催催催催，催到原能会，你自己看着办吧。那也不是了。哎，你看嘛，经过了五年以后，你为什么突然又开始又说要选址了呢？你是不是原来选址搞了五年该办公投的没办，办不出来就无疾而终？你现在又要去评估新的地方，有上次就问你无人岛啦、海底层啦、啊、这些东西，对不对？又要去评估了。好，我现在的意思是，你这套机制不改变的话，你辛辛苦苦选出来的址公告以后又要办公投，是不是？又要办公投，我不知道无人岛怎么办公投，是是是、哦、但是它总是属于某一线嘛，是不是？好，你又办公投，地方政府又不愿意办，经济部又不会办，是不是又轮回回来了？怎么办？我想在520，我特别强调一下，在520我上任以来到今天为止呢，我想委员应该很清楚，如果您关心这件事情的话，我们都有着相关的动作。好，当然您认为这个动作很可能还不是您所想象的，啊，但是我们都有在动，啊，都有在做，啊，那关于这一部分哈，因为事前，试射呢，更技术、更专业的部分呢，嗯、我想呢，我们物管局长站在这边站了很久了，好，所以说如果您不反对的话呢，我就请他，哎、欸，来做。我剩下一分钟了、哦 okay, 好啊。报告委员，给你30秒，我还再讲30秒。是的，至少在520之后啊，原能会在这方面呢，我们采取了两项这个管制的措施。第一个呢，就是对台电的选址的延宕啊，我们开罚1000万元，我们要强力督促台电呢，要更积极的作为。开罚台电啊。第二个呢，我们是要求台电呢，要启动这个应变方案，也就是推动集中式储存设施的这个计划。那这个计划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在9月底。台电的送到经济部去，30秒了，我们会督促台电了解努力。我来讲一下哈，诸位，我觉得原能会哈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是，但是我觉得你们现在的功能，如果农产品也不能检验，这个也不能办，我觉得你干脆降再降一级好了。好，那我个人认为，也许这个公投的机制其实可以重新设计过。为什么呢？你要想为什么会办不下去？地方政府的确有选举压力，的确有选举压力。第二个，经济部的确会被质疑它的公正性，它自己是用电需求机关，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需要修改相关的条例的话，我觉得原能会应该担起这个责任，因为你是做核安的，是是是，我很客观的，我也是技术的权威者。啊，因为办这个公投，你可能还要跟地方做沟通说明啊，谁会相信你？是经济部的，谁会相信地方的政府的搞政治的人？当然是你们最可信嘛，是不是？是，委员，我能不能讲一句？我能不能讲一句？看那个赵伟可不可以给时间？首先我谢谢吴委员刚才的今天整个咨询的指教啊，我们进行教育，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您刚才所讲的，你说变成把二级变成三级好了，坦白讲，你想想看，二级都做成这个样子，那当然要更 upgrade， 要到一级才是 OK。我特别强调一下，我特别强调一下，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哈 ，AEC 各国的 AEC 哈，坦白讲有很多是就是直属总统府的，而且是独立。
而且是完完全全独立 independent。 OK， 所以在这地方呢，您刚才所谈到这个，坦白讲，你想想看，在这个情况之下，我都没有办法能够发挥的。那你想想看呢，如果要到三级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上一次苏小慧苏委员在咨询的时候，你要变一级的话我支持，我没有说要变一级，我只说你刚才提到说要把二级变成三级，那我当然就要把所有核安的权威拿过来，还有把我们台湾未来整个能源的政策，谢谢，你能掌握的话我就给你一级。是，谢谢。好过瘾啊！我觉得今天这个质询的时间跟节奏比较符合国会议员应该要有的态度哦，是吧？这样哦，来，我们现在请柯志恩委员。对不起，昨天让你酒后哦，所以你今天可以畅所欲言啊。谢谢主席，我们请主委。哦，谢谢主委，请。委员好。主委好啊。刚刚我们抓伟大人这样帮我们时间开放到20分钟、哦、我想我们在场很多委员都有那种感觉，就是教文里面所属的各部会当中、哦、每一个部会我们都有办法讲到20分以上，就只有原能会，原能会因为非常的专业，好，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就彼此辛苦一点了啊、哦。没问题，是是是。来，我们谢主委，我们先来看一下电业法目前吵的是沸沸扬扬嘛。那电业法其实呢有一项是跟我们原能会是有一些相关的，就是它的第94条，它这边特别提到的核能发电设备当中应该在中华民国114年以前全部停止运转，这没有错吧？是，只是呢这就有一件很吊诡的两个层面了，2025年本来就是我们所说的非核家园嘛，是，那电业法为什么基本上面如果说我们这个部分只要核子设施执照到期你不核发的话，它基本上就必须要停机，对不对、嗯、所以呢它干嘛在这个时候呢又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强加这一个，我们有两种质疑，一种可能是不是会担心这个原能会到时候因为一些时事的变迁可能不太信任，所以特别把你放进来，然后你认为这条有必要放在这个地方来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他特别提到了停止运转，停止运转跟我们所说的除役这两个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两个问题请主委你先回应一下。好，我想我所知道的话，针对第一点我所知道的不是的，我想主要是我的印象好像是在讨论在院会里面讨论这一块的时候呢，基本上我所了解的哈，是针对的什么，就是希望让社会大众了解，就是新政府他的确是有心 OK 啊，那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2025非核家园，好，这是要特别强调一点，不是因为不信任原能会、不是民主、好，那停止运转其实不等于除役，他却用停止运转这四个字没有，是代表是说未来可能还有一些除役的工作没有办法做到吗？因为2025非核家园当初的意思就是2025核三厂也停机了，是基本上所以他表示可能对于所谓的除役基本上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因为除役有一个时辰，是，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来问的。好，没有问题，我们看下一页啊。2025年它是一个非核家园，可是我们看一下啊，你看你106年度的预算当中，在核物废料、开小产源废弃物安全管制，我们简称肥核。核废料的这个安全管制的工作上面，你今年编了279万。我们再来看看过去5年当中啊，平均每一年编的大概是从200万到300万。也就是说，过去当中我们花了5年中，我们超过了1000万来做这个核废料的这个安全管理，这个没有错吧？我们就要问这些钱到底是花在什么地方，我们先一一来检视啊。你看吗，我们目前为止呢，这个一厂的这个干式储存，也就是一期的干储，目前遭遇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送件呢新北市9次都被退回来，因为环评的关系。那我们这个二期的干储呢，目前为止请台电做有关室内的干储，目前好像是在12月的时候他会送出报告来。我想只是说这都再显示我们现在目前干储的这个计划是受到一些的挑战的，更不要说我们现在最后的处置厂，目前为止呢，因为很多地方政府不可否认的，他常常在排拒，不愿办公投，所以我也知道了，刚刚这个也特别提到了，我们还提到了替代方案，就是呢，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其中，这叫什么？
集中式的中期储存，没有错，我刚听到没有错吧？集中式的中期储存，好了，这个比较吊诡的问题就来了。我们认为，如果在这个二最终储存方案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共识的话，我们势必就会在2029年启动了替代方案的选址，然后呢，2038年完成环境的评估，2044年才会开始新建使用。哎，这跟我们所预期的中心是有差一段的。2025年是飞核家园之后呢，照整个方案弄过来之后，到2044年的时候，我们可能只用集中式的其中的储存哦，最终的放在什么地方可能都还未知哦，是这样子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过去我们已经花了千万以上，这都在做什么？这些钱是花到哪里去了？我想这一块，因为委员问的、啊、基本上是非常的细啊，而且非常的。因为我有20分呢、啊，我本来想跳过的、啊是，所以我把所有的知识全部放过来了，你知道吗？物管局，我的知识应该还不太、应该是正确的吧？没错吧？对不对？所以我都在好。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啊，每年编列200-300万元用来做这个小产能放射性废弃物的管理，包括用过核燃料的安全管理啊。我们认为这个钱是很少的，因为现在以这个用过核燃料来讲的话，国内核一厂有干式储存的计划。不好意思，我还是要强调，你们这些的维护费我还去查过，都是台电在付啊。这些每一年编200-300万，都是些审查、考察等等之类的。对于我们民众最关切的，最后的放置的地方或是整个安全都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维护都还是台电在编预算的，是每年200多万元的这个经费，5年1000万元，是只要都是在做这个安全审查还有检查的工作。我就跟委员报告一下哈，这个干式储存的安全分析报告，从它的这个设计跟它的制造还有它的安装适应转，我们都要做安全的审查跟监督的。所以你这些纯粹是安全的审查，但是审查到最后，我们今天才会知道，到了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还没有办法确定，所以可能到2044年，这些所谓每一年300万都要继续花费下去。过去5年已经花了1000多万，还没有一个成果。到2044年有可能，因为目前为止没有人愿意来办这样的地方的公投性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可能我预估到2044年的时候，可能还是用你的替代性方案。所以我们这个钱一直编列下去的话，都一直要持续这样下去嘛，所以这个钱就这样。虽然你说不够，但是如果照这个时程的话，那这个不是只有千万这个数字可以讲的，超过亿了。那个安全监督的工作啊，绝对是不能马虎的。所以你就必须要立即做一个公投性的一个方式嘛，否则大家都不愿意来承担这个责任。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前不久我们才又派了这个4-5个同仁，然后会同美国核管会的专家学者，我们到高雄的近点公司去做现场的检查。没关系，我可以速度变慢，你速度可以快一点。我们为什么要去检查呢？因为近鼎公司现在正在制造核热厂干式储存的金属互相，我了解制造过程的这个品质啊，我们一定要去监督的。我只是在说，你们就这样一直持续、一直持续、一直持续，持续到2044年，然后用一个集中式的方法来处理。我只是希望这个流程可以更快一点。我没有说这个钱是怎么样，我也同意安全是非常的重要的。我只是强调这样的一个流程下去，最后没有一个最终储存厂，是一个其中的储存。损失方式，这不符合全民的一个期望嘛？所以这个中间应该可以再缩短，应该可以再更快速一点。是的，那个跟我们报告一下哈，用过燃料的这个储存哈，在近中长程都有策略的。近程就是厂内的燃料池的储存，中程呢是干式储存，然后再加上了集中式储存的干式储存。那选址的部分呢，那是属于最终处置，所以在管理策略上面是近中远程都有。但当然我们非常赞成的那个委员刚才所提到的，能够加快速度来做哈。那的确呢，台电公司现在也有加快速度的意识。您这里所提到的2029。启动集中式储存了，其实台电在现在的这个废弃物的集中储存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啊、他已经提前把这个东西规划在里面了。好，我下次要追踪这个效率，否则这个钱继续花下去，我知道安全，可是这种不断的这种钱耗费下去，也是我们的纳税钱，这是我一定要强调的。再下来，我们现在还要特别提到第二个，也是有关于钱到底花到什么地方去的。我们像核废三法当中有没有？核废三法当中呢？
大概主委都可以背得出来了，我们不要特别去讲。其实呢，我也肯定说你要来修法，可这个法呢，其实花了一段时间来去做拟定，而且每次送到我们这边来，都没有人去排案来做一个讨论，都没有排案来做讨论，所以这些法案到目前为止呢，其实都还是搁置的。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就是以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来说，这个例子呢，至少10年前开始呢，就已经开始编预算，要来做由严领修法，到现在都投注了，还是一样几千万下去了。可是目前我们的法规修法还是停留在民国91年当中，所以呢，你喊着2025是非核家园，但是相关的法已经修了10年了，目前都没有进到立法院的审查。我还是要问，这些钱都是花到哪里去了？我想啊，关于这个详细细节的部分呢，我可能还是要请物料管理局邱局长来回复。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我的重点要强调一件事情，包含刚才委员所提到的，跟这个咨询这个邱局长所谈的，我在这边特别强调一下，是的，这些东西都在前朝里面都在做的，可是到今天为止呢，我们真正是开始在动。那动你是说前朝都没在做，从我没有这么说，我没有这么说哈，我没有这么说，因为非核家园是新政府的他的施政主轴，那一定要做的，一定要是到位的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相关的配套的这些相关措施，那一定要做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至于前朝我不管，我接任我只管我现在的事情。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现在目前在动，而且我特别强调一下，刚才您所提到的，几百万啊。每年编列几百万的相关的费用哈，那坦白讲，那是非花不可。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做厨艺，要做核废，那是一定要做的。那同时，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没有错。现在目前呢，在我面前呢是有一些、是有一些阻碍，可是至少呢，我接上来以后呢，基本上呢，关于公众的平台呢，我们已经展开，而且呢，我现在发现慢慢的社会大众已经凝聚共识，这点我特别承认。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了，我们请局长来，我还是要问一下，我那个说法，每年花了我1000多万，这样一路下来花的话，那个法规还是停留在91年，谢谢，我还是要来追问这个钱到底花到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我问得很好，但是我要跟委员报告一下哈，这个放射性物料管理哈，它是一个法规，是一个汇编。它有20-30项以上的这个法规，不是只有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这个法律。我知道啊，是啊，是啊，但是还是一样。所以法律底下有很多的这个办法，有很多的规范，有很多的准则等等。以现在来讲，我们目前还在修订3个这个法案的。对嘛？所以我就说，你为什么这个花了千万里面，这个法还停留在91年？我只要问，告诉我一个答案就好。我想我剩下8分多钟，我却发现这时间很好过的，赶快。我还有好多问题，好多问题还没有问完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哈，大家现在都很关心这个甘肃主人金丝桶放在这个海边，我不要问他会不会有锈蚀的问题。是，那我们就要定一个维护的准则。我问修法，你不要跟我讲技术问题。修法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但是修法的过程里面哈，一定要事先要去研究、去了解。10年了、不是啊。跟委员报告一下哈，这个法规是不断的演进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在5年前，也许在厨艺的管理规范里面是没有的，但是这5年来，我们的厨艺的技师导则、安全的审查规范，那是一个一个都要出来的。以现在您刚才所提到集中式组成，集中式组成的厂址的规范，我们也是经过了研究才定出来的。我要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法规一定是走在问题的前面的。我了解啊，法规的问题是，但是我还是要指出来，你这么久以来都还是放在这个地方，立法院也都还没有在对你这个核废三法这个部分里面做出每一项修法上的认定嘛？那这个部分里面到底是啊，这个责任在什么地方？我只看到你们这样常年下来花了这么多时间，而且呢，很多时候呢都还告诉我说，因为你们要等把这个原能会的这个改组之后呢，组改完之后变成部分里面再来，免得这个法规之后又要重新过来。那我还是要强调，这个主委，你不想让它变成3级机关的话，那你看你现在这个组改部分里面。你有跟行政院长提出来你的想法吗？因为你目前为止整个的组织又要开始做一些的变革，你不想变成3级长变成1级的话，那我想不管在效率部分还有在你所涵盖的部分，包括我刚刚本来也很想问辅导的
辅导这个食品的部分。当然你的原能会是全国最高的这个有关于核能方面最高的一个部分，谢谢。你如果能够担得起这个责任，能够让你这个原能会，我们的专业应该是让你这个原能会能够让跟人民之间有感，这个民生问题有感的话，当你建立这样的权威的时候，你要变成一级，你要变什么级？当然大力的支持啊，因为我们就很需要这种专业的组织，能够讲出一个很专业的一句话。所以说，你就必须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嘛。包括我刚刚说的效率的问题，愿意的原能会，包括我自己，因为它里面牵涉到很多的 terminology， 不是大部分的人可以去理解的，所以你们就被束之高阁。当我们一一来审视的时候，发现因为我们不理解，可是很多的法规应该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中呢，一一来解释才发现它的确在时效上面不是像你们所提到的。我尊重专业，但这个时效上面的确跟过去的整个系统表起来太慢了。您的指教我都听进去了。是啊，你都听进去了，所以请你做出一些部分，尽量跟民生的这个部分。好，最后我还是要问一个有关于这个厨艺的问题，因为呢你刚刚特别提到的，如果说干式储存，如果说厨艺的问题不解决的话，其他一切都是在打假球嘛。那目前为止出现到非常多的问题，那我们来看看目前我们的厨艺的方式。好，我们现在的厨艺的方式里面呢，因为你会发现厨艺工作，如果你这个停机不把这个厨艺特别把它做一个完整的话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目前我非常谢谢原能会，我上次提出来的立即拆除或是延迟拆除，原能会很有系统的在两个礼拜之内就送出了报告，但是我还是要针对这个部分来就教一下。最大的问题是来自于，其实你立即拆除的话，其实它所产生的这个放射、这个辐射线的部分，对于我们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其实影响是最大的。这是安全的一个理由，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做一个下面一个图的一个做一个比较。你看，我为了避免不要有一些政治名词引起恐慌，我特别把英文字体弄出来，因为呢，如果说你真的是要用中文字来翻译的话，我们都把它翻成立即拆除，过来是延后二十五年拆除跟60年拆除嘛，对不对？那25年拆除，这就是政治语言，大家一听就会觉得很可怕。但是呢，这25年也不过就是告诉你，就是放在原来的地方，不要去动它。然后呢，等25年之后，等到整个的放射性等部分全部把它降低完之后，可能就会比较好。但是我们尽量不用这个名词，我们把专业名词把它放进来。但是主委还有相关单位，你来看一下这个部分里面，你会发现立即拆除，它其实对于第一线工作人员他的身体的安全其实是影响最大的。那这个部分呢，你们是否还要再开放一个空间做更好的一个评估呢？虽然你们给我们写的这个报告，可是报告里面你其实也点出非常多立即拆除的一个安全上面的一个问题哦，是否还要再做重新来去做考量？我只是考量到，你看我们看下面这张刚刚那张图形好不好，你看嘛，职业这个所谓的辐射的暴露度，其实你会发现25年的拆除的部分里面，其实会比较安全一点。是的。然后呢，民众的这个部分里面，对不对？是是。所以我这个部分是否在做考量的时候，可以再做深思的考量？我想，因为这部分还是牵扯到我们，因为而且您也刚刚讲，你看刚才你讲说我们的动作不够快嘛，就核废三法这个在这个立院里面摆着，那基本上同样这个道理，那基本上呢，我们都已经有规划好了，那现在目前还在，所以说这个东西往往就会有一种滚动式的要检讨嘛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还是有关比较技术层面的，还是比较细目的，我还是请邱局长回答。不用了，邱局长可以的，我只告诉你，你已经给我很好的报告了，我说这个部分呢再去考量，因为你这个东西你们也看到各有优劣点。是的。但是呢，我是只是从这个角度里面来去看它有关于第一线人员的这个辐射的这个安全度，请你务必要去做考量。好吧，我只剩下两三分钟而已，哇，时间还真是快。好，来我们看最后一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急动，就是有关于你们的出国的费用当中。我记得好像周一立法院的时候，我们这个内政委员会特别邀请的张小院主委，还有海基会的董事长，还有包括我们原能会的副主委，是不是也参与了这样像一个讨论呢？是不是副主委来了吗？陆委会上没有去，哦，那是另外一位，那是，坐着，不是。好，没有问题。我现在只要问他说，原能会跟大陆的考察的部分，因为你们在预算当中编列的不少，我只是比较好奇的一点啊，你们竟然在这个所谓的紧急事故当中有没有，竟然也编了这个考察的费用？虽然钱不是太多，只是这个钱我们要严格的监督嘛，放在这个品项上面，你可以不要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竟然还会偏这个东西，是怎样？他们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刻派员过去，还是如何？而且呢，这里面还牵涉到我们其实跟大陆里面都有一些互访的部分。是，一年来我们过来，
一年我们过去，那据说主委你今年要去的时候你是被拒绝的，是不是？不是被拒绝，就是你这个 我想双边会议这一块基本上五年以后就是暂时停止。不过呢，有关这个紧急通报的，因为就是例行性的通报三个月一次的，我们还是有在走。OK。对啊，所以你今年没有被拒绝过去吗？因为照一年轮换过来，今年应该是你过去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就是被拒绝，你都不知道。我基本不是，我怎么过去呢？我受管制啊，我怎么能过去呢？不是，你做这个研讨的部分里面，难道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吗？那基本上还是有。还是有吗？所以今年我们还有派代，对我们今年还有派代表过去吗？我所了解的，可能我们的情况哈，我所知道就是，因为没哎，后面来后面可以直接回应，不要免得让主委在前面讲了跟你所讲的都不一样了。我看你摇头了。不会，我讲的是跟他一致的。哦，你跟他一致，好，那请说。不过我特别强调一下，那您既然说要请那个我们核技处处长来讲，那我就请核技处长。我没有问题啊，我知道你们两个讲的是一致的就好了，我知道你们讲的是一致的就好了。好，来，请说，谁讲都可以。对，因为两岸方面的合作，一年我们去一年他们来，那今年确实原来我们要去，可是因为陆方就推迟有意见嘛，对不对？所以主委是这样子啊。不过这个去参加的其实不是主委层级的。好，没关系，就是陆方不愿意我们。主委层级的好，不用说层级，说陆方今年拒绝我们过去嘛。不是民间的，他们清华大学教授还是哦，对，正式官方的是没有，可是有透过那个民间的那个哦，所以正式官方没有去，民间还有在去，所以我们就照台面下来走就对了。对嘛，对，所以民间的就是有去，那我们的人会加入民间那个团体去，所以说官方的名称是不能用原能会，但是私下呢？所以说我才刚讲说，是五二零以后，我刚第一时间就讲五二零以后双边的会议我们是没有，但是呢，民间的上一次你也咨询过我嘛，我说民间的我们还是在走 ，OK，那是甚至每一季的这个通报呢，我们还是相互还是有，所以编列这样的预算还是有其必要的，当然是有，对，那你就要大胆的去说嘛，因为我们现在目前两岸都已经是完全是停顿的状况之下，因为这个问题，然后呢，原来就是只是官方的名称没有弄，其实同样都是我们的人，只是我们人加入民间，是的，这个是，哇，好吧，各位，这个真的蛮吊诡的，对不对？这一点都不吊诡，为什么？因为核能安全你就是不能打着官方的名号嘛，然后呢，其实你还在做实质的问题嘛，这点我乐观其成了，我只是觉得有点悲哀了。过去呢，我们原能会这么棒的一个学术专业的组织，现在就不能打着中华民国原能会这样专业组织，过去只能用私下的管道来这样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两岸问题发生到现在的结果之下所产生的嘛，我刚只反映出这样的一个悲哀的状况是这样子嘛，我乐观其成啊，因为实质的东西还是很重要啊，是实质的东西还是非常的重要嘛，所以好了，你这样解释吧，但是你只要跟我解释这个问题，我解决，只要跟我解释为什么在紧急的时候你还要编列这个预算，这个屏幕很怪，其实在事前的防灾比事后的应变来的重要，当然，所以这个经费编的是在为了平时准备要做好，所以要了解世界各国甚至大陆地区怎么做他的防灾准备的工作，所以事前当然就需要那就把名字稍微改一下，否则你看这名字真的还蛮耸动的，看起来你看核子应变的紧急应变，你感觉起来是 好吧？我们稍微做一些变化，预防好不好？类似像这种的，不是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呢？我没有什么建议啊，现在我现在只在跟你耗时间而已了，好不好？我讲的实在是，你不觉得我们今天讲话讲的彼此都可以充分沟通我们的想法吗？很好啊，这是很好的。哇塞，是，这样是很好，是不是？是，对啊，所以说为了今天。您可以畅所欲言，那我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那我都讲的都是很实在。我还是特别强调，我刚刚来做一个总结，好不好？我们肯定原能会从你上任完之后做了很多东西，就诚如我刚刚所提到，原能会是一个专业的组织，你不像是我们其他的各部会，你可以发现你的专业跟我们的民生的议题互相结合在一起。但是我还是强调，因为过去来说呢，你们有很大一半是到台电，所以你们是台电的监督单位，所以当台电不能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或是犯了一些错的时候，你们只能用赔款的方法来做这样的处理，可是我个人认为原能会应该可以更发挥更大的一个效果，而不是只是给口头上给他告诫，然后给他这个罚款这个部分。你如果要从这个二级不想在主管的过程当中被边缘化，甚至可以让大家在恐慌，像川普当选以外，搞不好是一种转机的部分里面，你可以利用这么多的灾变当中，让自己变成提升到一个更被看到的一个角度，或许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机，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我要跟下面的委员说，20分一点都不困难。还可以继续讲。好，这个我们在张廖万今天委员执行完之后，我们休息20分钟，让议事人员好好休息一下哈，因为他平常太辛苦了。好，张廖万委员。
我一半时间可以先讲完再说。不用不用不用，主席决定，主席决定。好，谢谢哦，主席哈、哦，好，请那个畅所欲言，请那个谢主委哈。我不要那么久了，没关系。主委说很好啊，你们对主委比较好，对我们委员的权力比较不好。委员好，好，委员好，主委好。我想今天当然，这个我们来做这个原能会2006年度的预算的询答，其中啊、有一笔7880万哈、哦、的这个核设施的安全管制工作哈、哦，那主要是针对运转中的核电厂专案大修视察异常事件查证安全查证这笔预算哈，我想要跟主委探讨一下。当然这里有些发生的一些违规事件哈，并不是您任内的哈。不过我想行政一体连续哈，还是必须去了解。我从这里来，我跟我们原委会调的资料是从2011年到现在，我们看那个网站的资料，还有6件没有结案的违规案件哈。其中还有一件是属于3级的违规事件，那是合适的。对，那么2011年的案件，那是等那个违规等级的这个，你又说是虽然违规等级与后果的严重性无直接相关，但是现在还有6件呢、啊、违规的事件都还没有结案。我想要问一下主委哈，你上任之后对这几件一直都没有结案的案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台电对原能会的监督的这个角色不看在眼里，还是说对于这些应该要对这个核安管制的 SOP 他也不在乎，到底是怎么样？否则为什么拖到现在这6件都还没有结案呢？来，我们看一下资料。好，最远101年是核四，核四现在当然是政策上是封存的哈。那个是三级。102年哦，102年5级的还有2件，是。103年5级的还有1件，那么105年就今年，当然今年还有2件它还没有结案，我可以理解，它可能正在改善。可是呢，这2件以外还有核四的也不要讲，但看102年到103年这3件，为什么到现在有的2年了，有的3年了，到现在都还没结案？好，我想请那个核管处来，你们到底有没有在追踪啊？报告委员，我们一定要追踪，那是我们非常重视的。那你们就追踪到现在？那核四的部分，因为它封存，好，这个这3件不要讲了，这2件正在改善，我都去调资料了。对，好，那针对核一。102年的2件跟103年的1件，为什么到现在过了2年，过了3年，到现在还挂在那里，还挂在网站上？102年它是核一厂的一个违规，那这部分的话，它本来是要等到机组再起来的时候要执行测试，可是这部机一直没有能够起来，所以我们也不会同意它提案，除非它起来测试完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违规就一直没有办法把它其他2件。那另外2件的话，其实他们是针对这个相关的违规，他们每一季都有报进度，在正在进行改善当中，所以我们持续都有在追踪他们。来来来来，我调的资料哈，里面有一个，台电公司针对核能1、2、3厂紧急应变计划区内民众防护措施分析及规划检讨修正报告之审查评估报告后续管制要求事项，位于要求期限内完成。这是属于合计的，这是一个报告耶，报告的修正，对，要那么久吗？对，其实它后续有15项的管制追踪案，它陆陆续续大概已经结案了，15项里面大概有12项结案了，那还有3项我们一直在管制，它里面包括譬如它要做一些这个紧急应变跟民众相关的一些时间的计算，或者是警报站涵盖率的这些。你们在这一件在3年前啊就提出了，他现在有16项小项，这个会很困难，要拖3年吗？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可是他因为完成之后，我们希望他做得更细腻一点。譬如他，假如他警报涵盖率不足的地方，他们这件快3年了，我讲这件就好了。这件他们提出来，你们跟他，就是说他提出来跟你们审查过几次？对，他每一季都要报，每一季都报。对，所以他已经报了10次了。对，所以16项。规定他才改善了12项、13项，对，他有几项，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同意他的改善最后的结果，他最后的东西我们不太满意，还需要他再修正。你们的处理情形是说台电办理缺失改善中，尚未提出结案申请？对，他提出结案申请，我们没有同意。我想哦，这个你们到底跟台电之间的这种监督角色，我觉得哈、哦，
主委，你上任之后，我希望这都是五级的案件了、啊，那你挂在上面，那一直都没有解决，这有两个状况嘛，台电不把原能会看在眼里嘛，还有一个就是你原能会不积极嘛，主委你要不要回应一下？好，回应。你的办法改谁？没得讲你。如果万一现在发生状况呢？我想我了解，我想。这个我们改进，好，我特别强调，这个我们改进。我希望能够改进，是是是，因为我们审查预算的时候还是会再问。是 是, 是, 是哦，这些违规的案件，如果说哈、哦，这种修改机啦，这慢慢来的啊。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不照 SOP 走，违规他慢慢改。我如果今天老实讲，我们在讲福岛，日本的福岛，你怎么知道它海啸会发生？是。那你的紧急应变措施都到现在都还没有修正，还没有改善，那怎么样去？教导人民去做这个应变是好，我希望这个在我们将来审查预算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提出更积极的一个回应哈。是的。那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就要讲到辅导，最礼拜一卫福部我们卫环委员会在提到这个所谓这个日本啊辅导事件之后，我们对日本食品的管制。刚才吴志扬委员在问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主委很奇怪，因为我也是。准备要问你这个东西、哦、他说怎么我们可以只是依据日本的检测、哦、日本的检测结果、哦、来我们看一下、哦、日本厚生省来下一页下一页、欸、他们一共检测了101年25万件98.85%通过率，一直到104年的33万件99.88%，大概日本他们会以这样子的一个数据来。对我们讲说，我们对他们的管制过严，那日本韩、欸、包括韩国、加拿大、美国都没有这么严格。那我们其实面对不是吴委员讲的这样了，说我们跟他比较好，所以就被他压力，是我们的管制非常严格。其实我们管制非常严格，那严格到如果日本提出这个数据，他们我们现在是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他们如果去提告的话，我们可能会受到，所以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他还问你说，我们怎么可以只相信日本的厚生省的数据？我们自己都没有检测报告。我要问一下，主委，我们没有吗？我们这五年半对于日本进口的食品，包括我们有测啊，有测，你为什么不讲呢？我当时是针对的他要开放的这一块，看上一页、我稍微澄清一下，这就是你们做的嘛。我刚才要澄清就是说。我们是针对的它开放要准打算开放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是呢，过去我们当然是有做的。来，你们否则怎么会开放进口呢？我就是要跟你探讨这个。你看，我们做的，100年的时候发生之后，我们3月份就做了。好，开始我们100年3月到12月，卫福部食药管理署送了17401件，农委会渔业署也送了146件，我们的合格率啊，我们的标准。是1公斤50克贝，对不对？大概是50到100。1公斤100。100好，贝克。我们贝克这个贝克，它的那个单位计算，我们都还是高于那个标准的。是的啊，也就是我们用比较严格的标准啊，还是都是合格哎。到101年、102、103、104、105啊，我们一共检测了94000件，都是合格，好，都是合格。那个我要问主委哈，是真的100%合格吗？是的，还是有暗卡？没有，我们提供的数据是100%，就是100%，不可能有啊，不可能有你所说的。好，是的。那我再看日本的来，其实我们是94000件，日本他们平均每年大概都是25万件到33万件，哦，以这样他们都还会有1.多%，虽然后来越来越少，他们都还有检测出这个超标的。好，我不是怀疑你们的检测的公信力了哈，就说我们都100%。那你能不能回答我为什么？我们都是100%都合格。其实我们卫福部给我们的资料里面，礼拜一那个资料我看了、啊，其实我们还有检测出200多件，可是那个都是卫福都还在合格标准之下，所以你们的100%合格，我大概可以理解这个数据。你们的94000件都是合格的啊。那为什么日本他们检测出来还是会有？好，这个我想请那个我们副方处黄处长回答。来，你来回答一下。是因为日本它是事故的地方嘛，它检测虽然有这么多，所以它当然还是有微量的。那到台湾来，它是已经检查过的，我们再抽检。好了，我来回答你好了啦。其实因为他们检测出来，发现后来超标都是福岛的，是就是当地发生的了。那因为我们的管制是福岛完全禁止，对，
我们只有福岛是完全都禁止哦。是的。那其他那四个县是采取双证件嘛？对。双证明，产地证明、福安证明，他们本地的这个福安证明，辐射安全量哦超过那个证明哦。是。所以其实这个还是层层关卡在。对对对。保障哈，在保障哈。是，谢谢。那现在我就是要问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现在卫福部说，如果我们面临到这个压力，那我们在做原委会在这件事情的角色上，我们提供的数据这样，你可以保证说，假设我们现在要还是辅导的部分，还根据日本当地的资料，还是会有超标的情况，我们不让他进来。那其他的四个县市，我们还是要管制，还是要考虑开放，开放，因为现在目前都是100%。没有问题，那你可以告诉我，现在问你说，这个数据100%是真的安全吗？是真的安全，是真的安全，是真的安全。所以你们基于这个管这个检测单位，你们给的给卫福部的也是认为说，按照这101年，100年，这几年9.4万件我们所抽查的结果，事实上，因为福岛没有进来，其他那个四个县有来的。有附证件的，或者说其他日本的食品啊，这五个县市以外的那些食品都没有问题。是。那如果我们福岛还是禁止它进口，其他那四县市的这个食品或水产品，真的都没有问题吗？那就是显示的这样子啊，我们尽可能的检查，那它都符合这个规定。这个规定已经是现在全世界最严格的规定了，我们所能做的就这样子了。我那个我好，那个我问一下主委哈。我想我们的我针对刚才呢委员所问的啊，我还是强调一下，我们只负责提供相关检测的协助，那目前我们所检测出来的状况，刚才你也秀了，因为你们也有去啊，你们在其实我知道你们在8月21号到29号，你们也有跟卫福部农委会一起去做实地勘查，看日本他们对福岛事件之后，他们对食品水产品等等这些作物的一些啊，包括蔬菜，他们的整个管制的系统，重点是放在日本的辐射检测的实验室，跟核电厂周围，是。那他你觉得他们的管制的条件，他们管制的体系，跟我们这边几乎是一致的，采取的标准是有一样吗？是的，而且他们基本上。相较于国际比较起来的话，我们还是趋向于比较严的啊严内，所以我们是在很严格把关的情况下，要考虑到我们跟人家签的贸易协定的压力吗？还是说我们还没被人家举报，我们就已经急着要开放、這個、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想哦，这个牵涉到大家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种我想大家对辐射安全都有很深的疑虑啦。是，因为他这个。包括我们管制的这种啊辐射的这个污染啊，它的那个半衰期非常长，高达30年了、啊。是、哦，所以这个它会流动啊，不是像我们想的这么说，只有在那个地方它会流动，而且会透过那个食物链，会进入到尤其是那个水产品，所以大家的疑虑都没有解除的状况下，我觉得你们应该作为这个啊辐射安全的一个管制单位，我觉得你们应该好好的去谈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子建立那个安全。这个措施、安全制度、安全网、哦、然后才去考虑到，一定是健康考虑在前面、哦、我想这个是一定的，这个立场一定要站稳、哦、是，我想因为今天是慢慢问、哦、还是可以把它问完。不过因为还有后面还有很多委员、哦、要质询、哦、所以我只是要求、哦、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核能、哦、辐射安全的一个管制、哦、我们在过去的。我刚才提到的，我们还有6件挂在那里没有解决的，是是是，哦，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谨慎啊，哈、哦。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有关日本福岛食品啊，我们在非常高标准的严格管制下，我们把数据拿出来，我们可以做一个理性的讨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在保障健康是更严的状况下，我们去考虑到。双边贸易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理性的态度了。我想我们应该要去做这个探讨啊，你们应该提出更专业的数据，是来说服国人可以接受。是，我想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哈。好，谢谢。好，谢谢。
跟委员报告，虽然张廖委员这个提前质询结束，但是因为每个委员都按照他的那个质询时间在排他后面的行程，所以他5分20秒，我们还是要继续走完，走完以后再休息20分钟，好不好？谢谢大家。好，那他可以休息了，没关系，就是休息了，就是不好意思再说，不要那么紧张啊，休息那么久还不喜欢，不习惯。今天休息20分钟，20分钟，但你的时间够了，休息20分钟。哦，我好巧了，他每次看我要学习来了。是规则吗？对不对？今天休息掉吗？对，继续玩还是要时间够了？没有没有，我们直接休息。我们时间是特别充分的，我们那个不一样。那没问题啊，你不能连自己我再好。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